好球。可以了，哎，杰伦，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再来一个，再来，再来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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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，还有。昨十三日，陈建州在 IG 分享与萧敬腾、周杰伦打球的限动，并写下 Basketball Never Stops 深夜篮球。影片中可以看到球场旁有许多围观民众在录影拍照，在场外观赛的陈建州看见好友周杰伦进球得分，忍不住在一旁鼓励喊话：“好球，可以啦，杰伦，可以，可以，再来一球。”飞哥，怎么样？觉得这么多人来打球，气氛变好了。就是看到晚上，现在几点？11点。对，现在11点。而周杰伦与萧敬腾被分配到同一队，展现彼此好默契。周杰伦事后也发现动赞，配合的可以哦，运动一下开开心心。